在国小六年级的时候，转学到一个特身心障碍者学校，从那时候开始就学习怎么跳舞。郑志强不断的努力，要让人家感觉到不一样的感动，使他们跳的东西不会只是受到怜悯。我们还想听到的就是，你们现在跳的舞非常的特别，已经没有人办法可以取代你，甚至你们现在的表演已经是最高水准。我们在舞台上面的表演，我们在舞台上面的所说的话，还有我们的经验，可以让别人去体会到我们对于努力不懈、坚持，或者是朝着梦想前进这一个领域，对我们来说是别人看的可以鼓励他们，我们做的可以实现自己。